各部门都有缺失哈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就是能够法律能够给我们一个真相，这最主要哦。他是买台北回宜兰，结果买的是站票，是台北站到花莲，花莲在宜兰有位置，所以又发生不幸。那当然我们是不舍啦，因为毕竟养了37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很敬业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值得鼓励的，值得才。当然了，那发生这不幸，我们不能够怪任何人，毕竟讲真，比较白一点的。运气不好啦，对不对？才会发生这番事。他可以不回来，或者慢一点，其实他都懂。讲是不错啦，因为我对我们这边，其实我是很夯实的生意人，我也不掺杂很多的那个意见。毕竟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亲眼目睹，不是我们亲眼去听到的，所以我也不予评论。因为这个讲实在话，不是外传的哦，我在一起做生意。所以我就比较不喜欢谈这个事情，因为这就要希望政府能够秉公处理啦，还是说按照程序去处理，我认为这是最主要、最重要的重点。